系咪流量定系真系被挑衅羞辱啊？你夸我偶像，我偶像有流量噶，佢点会错啊 ？How can I be black and racist？ 佢话我黑人嚟噶嘛，点会种族歧视呢？我哋而家开始咧就系讨论呢一个滋扰系网红喺 YouTube chat 发生咩事呢？有一位 Brad 嘅用户出咗呢一个 post， 佢就话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样尊重啲表演者。我系一位倒立肢体艺术家，喺11月2号咧就喺信义进行街头表演，突然间有一位奇怪嘅人一路要冲入嚟，不断挑衅，莫名大叫，令到当时嘅我感到非常惊恐，一直话咩要挑战我，令到我感受非常强烈嘅屈辱。先唔理系咪已经影响到气氛或者其他观众嘅观赏品质，那个当下我就要克服其他嘅外在因素，所以希望咧唔好再遇到呢一种人，亦都希望。所有的表演者都不要遇到。大家就看到他说那个奇怪的人呢，原来是在说尼克星。那个意思就很明显，他就是说自己表演的时候呢，这条摸碌皮在搞我，说要挑战我又成这样。先不理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赏品质，这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影响到看我的观众的观赏品质。直头是有新闻出了来的，整件事。街头艺人控挑衅教坏粉丝，网红无好，只是想一起玩。西装的男子拿着一束玫瑰站在路旁看表演，他突然放声大喊，想找对方互动。聊天室，我要进行挑战吗？我要挑战你。可以先放松一点。他都讲得挺清晰的了，你可不可以尊重少少啊？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大呼小叫，一开始就在大呼小叫的了。有点挑衅的语言啊，什么show me啊，show me，让我看看。我要挑战你，因为我也会特技。模仿他，那我们未来这样所有的表演，不用说我是任何的表演者，表演场域啊，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跟那个表演者说对不起，因为这个的确是我的不对。系我唔啱，佢个道歉唔系咁啊 ，Chat。佢个道歉系 ，Hey， 我很抱歉，我 didn't mean to， 当下我以为你是街舞者，只是想跟你一起玩 ，have fun，you know， 没有任何的恶意。完成表演，我也是喝彩最大声的那个。如果有造成你任何不悦 ，I'm sorry。By the way， 最后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很可惜当下没有现金，不然很想支持你的表演。如果你愿意提供给我账户，我把当下要给但没有给的小费转给你 ，appreciate。佢嘅道歉系几分 ？Check it out。咁啊，有人留言话入到表演者嘅视线范围咧，就几唔尊重人噶啦，打搅人哋表演唔系咩 have fun， 要尊重街头艺人。更加正式嘅道歉咧，唔应该只系留言同埋赚小费，而系拍片对你嘅。粉丝讲明当时状况其实好失礼，有位兄弟咧就话去睇直播啦，头你的偶像要道歉，你在这边一直狂洗白，虽然冇证据，但系条片明显睇出嚟冇吓到，净系想争而已，真系唔好唔知就乱噏，阿星都唔系咁样，纯属效果。是不是流量定系真系被挑衅羞辱啊？哎，有一位观众讲出咗个真理啊，只是想争而已。喺佢哋嘅眼中就系有流量嗰个就系啱噶啦。你夸我偶像，我偶像有流量噶，佢点会错啊？再加上后面你老母效果效果效果，最睇唔起啲人喺度话做做收果，做做收果一巴尖落你度，然之后同你讲做做收果啊！千祈唔好同佢哋变成一样嘅人啊！如果我系个倒立肢体艺术家，点样都搞大呢件事佢啦。道理喺佢度，佢系俾人搞嘅。无论对面那一个是哪个都好，我当是其他 YouTuber， 他有道理去搞大他的，而且他都有暗码底这样说，他已经影响了他的表演，已经是令到当时那些观众会走了。如果他的粉丝学了他那怎么办呢？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嘛。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个初中仔部 iPad Wallpaper 是白卡联盟，唉，真是惨。内容创作者就是影响很多人的价值观，你有流量的话你就有相对的社会责任的嘛。但是不要紧的，因为呢这些都只是我们亚洲区的小小代表来的。我们今天那个主体呢不是他，我们的主体是欧美流马车今次的大代表 Johnny Smalley。 他不只是流马车那种那么简单，他是直头近排严重到是在这个韩国度叫做被通缉一样，一个人那个神憎鬼厌的程度是被通缉。他是一个 real life IRL 的 streamer，即系平时系开直播行出街嗰一种，佢一开头系喺 Twitch 嗰度直播先嘅。2023年5月，咁佢就俾人 ban 咗，喺 Twitch 度俾人 ban 咗。正常嘅操作系咩啊？去 kick 咯，去咗 kick 啦，又俾人 ban 咗。到最后而家系去 Rumble 嗰度直播，个争议嘅位咧就系佢绝对系一个靠搞事滋扰人哋去做内容嘅一个内容创作者。可以讲一讲佢嘅事迹，佢系世界巡回搞事滋扰人哋嘅 World Tour。大概地讲嘅可以有三个重点嘅地方，第一个。他去了日本，我相信现在在日本已经是 ban 了他进入区域的了。他在日本到第一单搞了什么呢？被很多人说他种族歧视，为什么呢？你在 Hiro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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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Hiroshima？
Pearl Harbor。Hiroshima? Why you do this? 即係講緊轟炸嗰一單嘢。但是呢，无论他讲的什么都好，第一样已经会令人不喜欢的位置就是 Chat， 我不知道你们在日本会不会个人特别静一点，尤其是在火车上面，他是在那个火车上面劲大声的，在那咕咕嘎嘎的。佢而家系 threaten 紧啊！你哋再唔理我嘅话咧，我就成个原子弹再掉落去。我会再做噶，因为我哋去日本嘅时候咧，我哋真系有 search 有啲乜嘢系日本咧唔中意人哋会做噶。其中一样嘢就系用手指去指人哋。哇！佢话我再炸你，正义嘅使者出现啦！咁多位有人 stand up 啦 ，confront 佢。你边度嚟噶？问佢。I'm from America. You're from America? Yes. So am I. 你喺美國嚟㗎？佢話我都係美國嚟喎。You're from America. Yeah, you're being obnoxious. You know. 你好煩。What do you do? We will do again. Do what? Hiroshima Nagasaki. 藍衫嘅師兄同佢講：我喺美國嚟㗎。Johnny 繼續同佢講：你再嚟啊！我再炸你一鑊。Hiroshima Nagasaki. Hiroshima Nagasaki. Do you think I'm Japanese? Where are you from? 好理智。你覺得我係日本人？啱啱已經同佢講係美國人。Where are you from? 再問多次。What's your 我在德州到嚟噶，佢问佢：咁你系咩种族啊？佢话韩国人啊。Korean War，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之后佢话韩国系嘛？韩国战争你知咩料啦？即系根本系见到任何人都去挑人一波。搞佢啊！佢见到佢系一个 streamer， 佢问佢：你几多订阅啊？佢话我有1000个订阅。Are you not Korean？ South Korean？明顯地見到，即係呢一鑊咧係完全唔關種族事。我係睇 IQ， 佢話你韓國係嘛？邊個韓國啊？南韓定北韓啊？佢已經係好理智啊嘛。你覺得咧？北韓得一個人可以出到嚟嘅啫嘛。咁佢似唔似嗰個人啊？所以真係正常有少少智商嘅人都已經係覺得 Johnny 應該係有啲弱智啊。Why not be a good? You're from America. Why don't you sit down? Why don't you sit down? You are a bad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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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a佢炸晒冧咁样，同个电单车佬讲话 ，sorry 啊，讲下笑噶咋咁样。I want your reason. Why? Somebody. Okay. Somebody give me money. Yeah. No. Somebody give me money, and I said say it. No. So I said on the train. You say it. Yeah. Somebody give me money.想做一个免责，有人到呢叫我做噶，系啊，佢啊，系佢做噶。Yeah, you two comment, give me money. No, say, say it. It's not good. You was being racist for no reason. Who was I racist to? And how can I be black and racist? I'm not gonna say.How can I be black and racist？ 佢话我黑人嚟噶嘛，点会种族歧视咧？佢呢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啦，俾人哋去验伤啦，佢隔咗几日咧，又去日本嘅迪士尼嗰度 live stream 啦，同时咧就喺度好大声咁样播歌，而嗰啲歌咧歌词有原子弹嗰个字喺入边嘅，咁到最后就俾人 ban 咗啦，唔能够再入去日本。佢个滋扰型世界巡游仲有第二站以色列，佢去到以色列咧又俾人拉，所以先至话系流马车啲 friend 咧。佢除咗系知识型嘅 YouTuber 之外咧。就是坐監型的 YouTuber， 咁佢做咗啲咩咧？佢就對住一個女警作出一個騷擾。Oh, you are bad. That's what I got. You are bad. That's a good. 咁最後點啊 ，Chat？我美国嚟噶，你做咩啊？我美国人嚟噶。除此之外，佢仲有去咗一埲墙，做咗一啲好侮辱性嘅嘢啦，即系类似呢一种咁样。咁到最后咧，因为佢头先骚扰个女警啦，再加呢一件事咧，又俾人挞咗，正式加入呢个坐监型嘅 streamer。咁呢个就系佢嘅滋扰世界巡游第二站、第三站，大家期待已久。当佢去 announce 去韩国嗰个 trip 嘅时候咧，佢出咗条 tweet， 佢话佢准备系去一巴咁样冚落其中一个 BTS 嘅成员个头上面，冇噶，冇原因噶，我就系想冚一巴 BTS 嗰啲 member 个头。Chat， 相信你喺呢一度睇过一段时间嘅，你已经知道得罪一个粉丝嘅团体咧，已经系死罪嚟噶啦。你觉得净系得韩国人中意 BTS 咩 ？No， 佢真系得罪咗成个世界喺呢一波。咁佢去到韩国搞咩咧？又衰咩啊 ，Johnny？ 佢去咗搞纪念慰安妇嘅铜像。咁如果你哋唔知道嘅话，喺战争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嘅女性系俾人捉咗去帮嗰啲士兵去解决佢哋多余嘅。
咁樣啦。咁呢一啲嘅銅像就係去紀念嗰一啲嘅婦女嘅。咁佢做咗啲咩咧 ？As he is now essentially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喺度摸嗰啲銅像。佢摸個銅像都算啦，佢攬住個銅像倒 baby oil 落自己度，然之後係咁喺度摸。你哋頭先睇嘅只係佢摸嘅一個銅像，佢唔止摸一個銅像。更加嚴重嘅位係咩啊？佢其中一個摸嗰個銅像咧 ，suppose 係被糾正嘅。咁佢就開始喺韓國啲社群度引起一個風浪。有韓國人咧喺 YouTube 聊天室度講話：我而家懸紅100万won去揾出 Somalia， 有圖嘅話就俾錢，直接落江湖追殺令，兑換翻咧100万won。咧系$722嘅美金，佢唔系要你去同佢做啲咩啦，影张相 send 俾佢，话俾佢知佢喺边度啫，就有720蚊美金。咁就有更加其他多唔同嘅韩国 YouTuber 咧，直头话我想 challenge 佢啊，佢够胆喺我面前出现嘅话咧，我直接就同佢离了噶啦。又有更加多嘅其他人想挑机啦，直接系落埋奖金啊。佢就话如果佢肯同我打嘅话咧，无论佢赢定输，我俾10000蚊佢。去到呢一个程度咧 ，Johnny 喺韩国度有一个新嘅 content， 个 content 系咩啊？韩国人集体追杀佢。黑人憎嘅程度系去到呢个境地，咁 Johnny， 你觉得佢会咩回应啊？嚟啊嚟啊，我开紧直播啊！我惊嘅话，我就唔会直播俾你睇啦，系咪啊？我唔惊噶，嚟啊！喐啊！但系讲紧呢样嘢嘅时候，佢只眼系已经俾人打爆咗噶啦，冇咩说服力嘅。我唔惊噶，我唔惊噶。哇！佢老母好痛。我唔惊噶，惊就唔开直播啊！当然佢咁嚣张，我哋亚洲人唔系咁容易得罪啊，都几彪悍的。咁佢就继续直播啦。过咗一段时间噶啦，冇掂我，冇掂我，就开始有人去 confront 佢啦，真系俾人 press 啦。点啊？你乜嘢啊？你咪好打咁样，好燥好燥。喂，睇多次先。一脚，追 ，chat 绝对唔鼓励暴力噶我，扑咗落地，俾人拉翻起 ，Johnny 个 cam 嘅视觉，咁多位，咩事啊 ？Boom！ 我唔惊噶，我唔惊噶，我唔会惊你噶。唔知点解有一个韩国识英文嘅人想去保啊 Johnny， 佢就拎住咗把我唔知呢把咩嚟嘅，有把剑可以咁简单攞到把剑出嚟嘅咩？Sekia， 下一个镜头见到佢一副唔惊嘅样子。And after their beatings concluded, the police seemingly only searched Johnny. 佢话咁大单嘢啦，成把武士刀拎咗出嚟，冇理由冇警察系咪啊？警察嚟到，只有 Johnny 被搜身啫。但系个镜头后边有人拎住把武士刀噶，咁佢后边呢一度咧就直头系上埋新闻啦。另外一部分咧就系 Esmond Go 都有睇嘅，咁啊继续有佢嘅挑衅啦。我听日出去啊，够胆嚟捉我啊！佢已经发生咗头先嗰啲事啦，仲开直播去讲呢一样嘢。No way, this dude is about to get spawn camp. No. Chat 有冇打过机？有冇打过 Overwatch？ 有冇试过打 LOL？ 俾人打到翻屋企，你重生嗰个位，依、这个就系佢酒店，佢重生嗰个位，佢俾人 spawn camp， 佢出门口啦，佢未知咩事，开开心啊！今日又去搞事啦，搞边个好咧？搞咩好咧？今日我哋家。有，唔鼓励暴力，精彩重播。严厉谴责，真系咁呢个都系其中一部分啫，唔止噶，佢仲喺韩国度挑衅其他美国人。喺呢个位上面，佢又突然之间唔系 racist 咯，佢突然之间又所有人都挑衅。有第二个 streamer 想倒水落佢度啊！So Johnny's Bonnie to his Clyde throw a drink on her. Don't try to throw. 咁佢又倒翻水落佢块面度啦。好多粗口。And as I tried to see what happened after, he quickly deleted that video. 呢位探员 Decoy Voice 佢研究嘅中途条片俾人 delete 咗，咁唔紧要啦，咁我哋睇第二个视角咯。呢个世界互联网各个 cam 嘅角度都有，一定要睇你咩？点解 delete 咗咧？就系因为佢自己都有影到自己喺度打紧人，打到咗人哋嘅电话，都算噶啦。下一个 shot 系个女人喺地下度，即系怀疑点解佢 default 咧，就系因为佢惊俾人睇到佢真系打到人，仲有好多输压嘅画面噶。第二个角度，呢一位韩国 Batman 已经系 reload 紧佢嘅拳头。As a second angle actually shows Johnny getting floored. 哇！
但係嗰個激動嘅情況係去到咧，因為太多人想打獲佢，有一個 spawn cam 嘅情況出現咗，佢俾人洗傳，佢走唔到，佢打電話俾警察。黑人叔叔啊，救我！個情況係去到啲警察要護送佢去離開個酒店。但是同時間韓國的政府是禁止他出境的，因為他被調查緊呢一啲同 assault 相關的案件啦。即係你頭先嗰啲打交咧，講司法程序的話，有人報案的話，咁即係兩邊都受審噶啦嘛。雖然感覺上喺片面似係佢俾人打，但可能佢有還拖咧。所以呢個情況咧，佢係應該仲係喺韓國度嘅，但係佢係冇得走，淨係可以喺警察嘅庇護之下，係我唔知佢而家搞緊啲咩啦。今日個主題就係呢個知識型嘅 YouTuber， 我希望大家就將呢啲引以為鑑啦。我明白有啲位可能好好笑、好舒壓，但係唔建議係推崇呢一啲人。即係呢一種當然係極端啦。但係如果你見到某一啲嘅麻煩友都已經有相同嘅路線行緊嘅話咧，希望你哋係要知道自己支持嘅內容創作者係咩料子咯，即係佢對呢一個社會係有咩影響呢？如果一啲小朋友喺度睇緊 Johnny， 然之後覺得哈哈好笑啊，係喎係喎，啲人會嚟揾佢嘅喎，我咁毒，從來都冇人揾我，我又咁樣做先，係會有嘅，一定會有嘅。細路仔係分唔到呢啲嘢好定壞嘅，同埋呢一啲就係黑紅嘅極盡啊！咩話？激戰網紅喎，黑紅都係好喎，有人討論就好噶啦喎。喂，今次睇完呢一個，你覺得黑紅好定唔好啊？你哋自己投票，黑紅係好係一啊，唔好係二。據報，根據不可靠嘅消息報導，佢聲稱自己下一站會係去大家最喜愛嘅中國。如果佢真係去中國仲搞搞事嘅話咧，我唔知你哋想唔想睇第二集？我想睇，我唔係想睇佢嘅內容，我想睇佢嘅後果。期待了。今日喺圖書館度見到個初中仔部 iPad wallpaper 係白卡聯盟，唉，真係慘。但係就係會有咁樣嘅事情發生，大家而家可能覺得，哎，好小事啫，我哋睇佢 PK 下，好笑咁樣。但係喺背後，佢真係影響緊好多人嗰個價值觀。內容創作者就係影響緊好多人嘅價值觀。而家你哋喺度睇緊嘅話，你覺得你有自由思想咩？你都係聽下聽下又覺得，其實又真係。冇得鬥氣，你又可以講得冇錯咁樣，唉，好啦，跟你啦。其實你都俾佢影響咗噶，我都係會俾其他人影響噶，個個人都係互相影響，所以有呢啲嘅存在喺度，仲要有一個流量嘅話，就會影響到好多人。